我给老板打电话。坐会儿呗，累一下午了，歇会儿。哎哎，你好，我是那个王珂，你好，哎，哎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在那个是在洛湾码头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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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如果你们有还有手和精力的话，你们最好能买过几瓶矿泉水过来。矿泉水是吧？行行行，好的好的，那一会儿见啊。嗯嗯，拜拜。嗯。哎呀，我觉得这20天我会很难熬的。万事儿有涛姐。为什么？不是啊，就是，就我一个人。会啊，他们。哦，你说那个亲爱的另一半，说不定。说不定哦。说不定碰到一个，那个客人哦。哎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坐慢点啊。戚老师，你能不能扶一下我呀？我知道，你要等我，先把救生衣拿过来呀。好，坐好了。好嘞。我觉得你真的是有的时候特别不绅士。你觉得吗？那接下来会更加绅士的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你看呢？就没扶你一下吗？我要去把东西做好嘞，还不够绅士。对不对？啥东西都是我来扛。哎，我没扛啊，好像我没做一样。哎呦，可厉害喽！我抢来了。你这老人脑门硬是不是啊？还好我们俩吃了点巧克力。我没吃，都给你吃，我不饿。你看你真的是。喊你吃你又不吃，现在不吃了呀。别说话。哎呀，你这样才漂亮，你这样才帅呢。对，一会儿去了以后不许吵架了。谁跟你吵，我都累死都累死了。那是我们的客栈吗？哇，这么大的客栈啊。有点像那个金庸里面的那个桃花岛。哇，好漂亮啊。老板，我们来了。他们来了，那、啊、他们来了，对，咱们得可能得帮他拿一下行李吧，估计。这么快？哎呀！老板好。老板好，老板娘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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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真棒，真棒，真棒！欢迎，欢迎。对不起，我们迟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飞机晚点了。没关系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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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Hello，Hello。坐船过来的时候，就感觉像看到一个世外桃源那种感觉，然后就觉得哇，然后。特别是涛姐和王哥在岸上叫我们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感觉特别亲切，对，就感觉像是回到家的感觉。对，哇，这客栈好好好啊！哇，这么漂亮！交给你们的任务其实就是那些，就是清垃圾。好啊，好呀，好呀。你们要把行李先放房间吧。先放房间吧，10个箱子。哇塞，你们需要一个仓库啊。个人的东西晚点来拆，我们也都没拆呢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都在里面扔着呢。先收拾是吧？反正你们先喘喘气儿呗，喘喘气儿咱们坐一会儿。我换双舒服的鞋子来哦。